那到后来整个跑跑跑，它是飞起来了耶。当然啦，草上飞嘛。为了练习这一段，踩死了11个。后来再补上来了。我一定要介绍你到霹雳布袋戏去。现在卡库带着10名黑人跪在大哥的灵堂面前。这几位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创意啊，已经到了无穷无尽了。表演得很好哎，真的。谢谢。而且主要原因是因为卡古他自己唱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。这个舞不好跳，我觉得他真的不好跳。刚刚表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整个就吓一跳。哪里啊？他到后来整个跑跑跑，他是飞起来了耶。当然啦，草上飞嘛。为了练习这一段，踩死了11个。后来再补上来了。我一定要介绍你到霹雳布袋戏去。不过爱的迷惑这样唱其实不怎么稀奇，稀奇的是什么？你可以用陈磊的方式唱爱的迷惑。爱情列车长。好。爱情列车长，爱情列车长，我的爱。